笑着勇敢的放手去追，被嘲笑的梦才值得追。曾经有没有因为恋爱做过疯狂的事情？太激烈了，让我想一下，你们先答。多举重，结婚。哎，这也蛮，这算是蛮疯狂的吧？因为就是意料，大家意料之外。对，对于身旁人来说很疯狂，就结婚生小孩这样，是一个。哎，你有谈很久吗？没有啊，我们交往8个月而已。就结婚？对啊，所以就是有点疯狂，对吧？对，但我觉得婚姻就是一个冲动，因为有说服力，所以。对，突然就好像被说服了。对，所以你如果一个遇到一个对象，觉得哎还不错，就盲结闪婚，对，嫁给爱情，嫁给爱情。真的，我觉得我这样羞嗨很多人啊。对，没有没有，大家还是要理性思考哈。理性跟，今天我就先 pass。捞不出来，捞不出来，没有资料。择偶条件，你觉得一定要门当户对？就没有，要像杨幂这种。哎呦，三个墨镜，好紧张嘛！先放了，先放了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，你这样欺负人。你刚刚对我们这边应该都还好吧？我觉得我其实对不起，我没有要放闪，但我觉得我们家蛮门当户对。哇！因为我爸爸开餐厅，然后我公公也开餐厅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家好像蛮门当户对。而且还可以讨论很多事哎，这样是搭配，视野三观要到了，商业机密。对。斗争强，要强势。我不一定，就是有时候我比较强硬，有时候他比较强硬。看是对什么事，看什么事情，就大事小事这样。我就是大事对方决定，小事都给我决定。我差不多意思，差不多意思。值得去哦，两位。我懂了，为什么单身？已婚，已婚，我改。我可以来相亲，我可以来相亲。可以来相亲，还能自己介绍自己。如果父母亲禁止你们恋爱，你会怎么做？哎，这个我就更疯狂恋爱。对，这个我很叛逆，就是我妈越阻止，我就会越想证明，或不管姐妹啊，或者我就会证明给他们看。往往是就既鸡不得，但又很闹心，就又觉得很鸡不得，但又觉得好吧好吧，听话听话的。对，没想到你那么乖。而且我因为我那时候18岁考大学的时候，因为我读女校高中，然后我妈还一直说，哎，你是不是交不到男朋友啊，还是什么？然后我就想说。被我妈瞧不起了吗？然后就一直想说要交男朋友，但后来就也是先努力的考完大学才交了男朋友。那也是乖啊。如果我喜欢的话，我就是喜欢到底，所以就不管。所以你不管？也是不管啊，小纠结一点点而已。就会内心纠结一下，但想说算了，没关系。但是我喜欢啊，对。会跟好朋友一起去讨论性对象。性对象。性对象。偷开车来。
突然就发动了，吓我一跳，老司机的部分吗？对对对，真的吓我了，新对象，对新对象，女生就最喜欢聊了吧？对啊，你如果有对象或有暧昧对象，或者是有喜欢的男生，就会很想要跟姐妹聊。对，而且一定是需要出动姐妹，因为就是智囊团嘛，没错。哎，他在出什么招？有在喜欢吗？然后姐妹就要帮忙观察，智囊团或帮忙鉴定。这种是藏不住，会说哦，最近就是开始就是有一些事，你们觉得如果一个男生就是用这种开头，对，然后去问，如果他这样是不是对我有意思，还是他没那么喜欢你？这是很需要跟姐妹讨论。没错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好，就有没有当过被讨论的人？那你会讨论吗？其实男生比较少啦，我也觉得男生好像不会，男生都是把观众不会想知道我们的，观众不会想知道，对，是不是？男生会好，男生可能比较简单啊。对，那我们到这边结束。好，耶，请多多指教。